这个包子胆子太小了，回来包子，连只猫都怕。这个子嘛也比猫大一点噻，怕什么呀？回来包子，回来，这胆子，哎呀，哎呀，太差了。太弱了，包子回来，哦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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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好，哎呀，就开始种花了，把这个花呢用那个温水来泡一下。我查了一下啊，满40度左右的温水是最好的，然后浸泡2个小时。现在浸泡的话，等会儿，隔2个小时之后我就去种花去了，然后把竹好好的那个打扮打扮，对吧？这花种那个品种太多了，这是什么？金玉满堂。哎呀，这个名字太好听了。金玉满堂。很多花种，很多花我都不认识。白日草，这是，是白日草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什么美人啊？什么美人？管它什么美人，泡2个小时。百叶草，这个泡一下之后哎，它发芽快一点，包边的壳硬壳子给它那个。泡掉，我放在一起，然后撒在那里，然后什么花它都有，这样我觉得更好看一点，不用搞得一样是一样的，我觉得那样这样子会更好看，大家觉得呢？不用在一起哈。这个是啥子啊？哎呀，管它3七2十一，一样搞一点。嘿嘿嘿。品种非常的多。
现在开始撒那个种子了。哎呀，挖了一次又一次。这个地膜窄了一点点，没办法了，就这样吧。好了，这个花就这样子完成了哈，成功了。这个发芽应该挺快的，后面这个没有水泡的这一点点的也没关系，因为这个土是湿的，还在下雨，这个天还在下雨，只是下的不大，所以说也没关系。原本是准备种菜的，我想了一下，这个周围我们这个种这么多菜，我种这个菜干嘛呢？对不对？回去也不是很远，骑个摩托车的话，两三分钟就到了，这也挺近的。不用把这个种什么菜呀之类的，我想了一下，种点花好一点。然后这个旁边的话，看怎么也打理一下。这个里面的草啊，我就不打算除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如果说我把它除掉的话，全部是泥巴那就不好了，对吧？踩在上面就像这个样的，像这个一样，一脚泥巴。但是那个蕨苔我要把它弄掉，但是那个除不了根，不能斩草除根，除不了。就那样吧，然后把那个该把它铲掉的铲一下，那个里面弄一下。现在唯一的那个没搞好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厕所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原来在挖那个树的时候啊，我想起来挖个洞，挖大一点，然后做一个化粪池，然后一忙又忘记了，现在就不好办了。看那边有一个挖机在那边停在那里的，不知道是干什么。到时候如果说那个挖机动了之后，我要叫他过来给我挖一个坑，然后我装一个那个化粪池，安一个厕所。这个上面就这样子了，这个地下就不管它了。就这样子，然后把这个该剪的给它剪一剪就好了。我准备按那个草皮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那个草皮平均要罚那个18块钱带运费啊，18块钱一个平方。你想想，我这个的话也有差不多吧，70-80个平方也有，对不对？那要算了一下的话，要花1000多块钱，不划算了。反正也是草，我这个下面长的也是草啊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家人们，今天的那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啊！大家拜拜！我这个手是这样子的，洗洗手去。